联想，因为在出售的电脑当中预装了间谍软件 Superfish， 在美国旧金山联邦法院被集体诉讼。根据了解， Superfish 会秘密监控、窃听以及传输用户信息，甚至私密的资料如密码、银行账号以及密码等都会被害。去年九月，爱荷华州州立大学20岁中国女生邵彤遇害，男友李向南作为嫌犯被美国警方通缉。李向南在案发后匆匆飞回中国，再无踪影。邵彤父亲呼吁中美警方联手追缉凶手。随着中国廉价优势逐渐消失，众多外资企业纷纷撤离。4月1号，日资零售企业华堂洋华堂商业有限公司宣布关闭在北京的右安门华堂商场。昨天是香港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清明节，许多港人顶着烈日上山祭祖扫墓。由于天气干燥大风，有扫墓者一下火种，引发全日151宗山火，所幸无人受伤。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